现在下雨哦，我们从游乐区慢慢启灯，保持心情愉快，跟着我走就对了。这位是寿星六月份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生日，生日，生日！目前时间四点整，来往这边移动，休息一下，坐着。让大腿、小腿、脚掌完全得到休息，喝点温开水哦。黑水躺在哪里啊？可以找地上坐。来找位置休息一下哦。还 OK 吗？在努力中。好。有问题一定要讲哦。向阳枯坡有下着小雨哦，但风势还好，慢慢前进。现在到了向阳三岔路口，还是下着雨，我们准备到避难商屋休息，再做打算。是否要继续前进加密？现在目前的时间是早上七点，我们到达避难山屋，现在下着小雨，来走吧。到山屋，喝热开水，吃个面食，等一下再讨论要不要继续前进啊。走啊，走到下面去，走到那个山屋那边。哎，看到镜头可以打个招呼啊。精神还不错，下次一定要再进来，学到教训了。好卡死，不要再提升。今天是3月13号凌晨3点，从避难山屋出发，更改行程。现在没下雨，起雾，风不大，希望可以遇到好的天气。因为根据气象预报，早上的天气会不错。目前位置在向阳北峰枯枯坡，目前没有风，也没有雨，起大雾。慢慢前进，嘉宾。
目前队友状况非常良好，士气高昂，龟速前进。目前剩两 K。现在无风无雨，只有起一点雾。好，准备出发。心放低，慢慢走下来。踩点要踩好啊，走走走走。2.7K 登山口，准备下山喽。3天2夜，最后一天，下雨喽。哎，不要说很轻松，不要胡乱。下次我要挑战24耐啊 ，OK？ 大家等都会胡乱的。